冬夏，冬夏，冬夏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我进来半天了，我看你在这陶醉呢，你干嘛呢你？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呀？你看这什么？什么呀？我敲门敲了半天，我手都敲红了，也没见你有反应啊！我真以为你在这屋里边出啥事儿了，我就赶紧就进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哥哥，我没有听到。你说你在我这当保姆呢？啊，家里边要是进来个小偷，把我屋里边东西全都偷完了，估计你都不知道，啊？还笑呢？听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入迷？我看看。没什么。哥哥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上次是什么时候呀？什么？你上次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啊，你一个农村小姑娘，你这思想怎么这么开放？你说话也不收着点，你说的什么呀？我就非得看看你听的到底。没什么，哥哥，我虽然是农村的，但是我也谈过恋爱呀。我上次恋爱是在一年前。但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不能说呀？难道你做错了什么事不好意思说？不是我，哎呦我还以为你说的上次我那个尿床是什么时候呢？这哪能说呀？哥哥，你说什么是喜欢，什么是爱呀？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喜欢是看到了你的优点，爱是包容了你的缺点，喜欢是爱你的身体，爱是喜欢你的灵魂，喜欢是以他认为好的方式去改变你，爱是让你安心的做自己，喜欢是在嘴上讲你是我的，爱是在心里说我是你的，喜欢是和你一起生活在当下，爱是把你计划在将来，懂了吗？哎呀，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。哎，不过冬夏，你这平常半天憋不出三个字的人，你这今天怎么聊上爱情就不结巴了啊？我看你还挺兴奋呢，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跟你聊聊。冬夏，你不愧是喜欢我。哥哥，我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想先接个电话。哟，你这不说爱情了，又开始结巴了啊！啊，行，我先出去，你接完电话该去做饭了啊。好，好，我出去。